酒店都有自己出 package 啊，交通都有信譽下添。係喎，不過咧，好似好多都係啲二人情侶套餐咁，關我哋單身嘅咩事咧？唉，咪係咯。不過咧，我今次趁住你生日，特登揀咗嚟依間，可以俾好多人嚟玩嘅。正喎，咁咪可以開 party 咯。係啊，快啲 check 先。位於西環嘅101酒店開業唔夠一年，相當新淨。酒店設計行摩登時尚嘅風格，最吸睛咧係佢哋嘅無敵大海景。唉，佢哋班友好似喺遲到，唉唔緊要啦，我睇房先啦。今次特登訂咗海景套房，你一定會中意噶，可以係咁影相啊！咁仲講，快啲入去啦！好啦好啦，今次介紹俾大家嘅 Easter Party 驚喜派對之旅，可以入住海景套房，房型超大，啱曬開 party 啊！除了房型够大啱晒开 party 之外咧 ，package 包含嘅其他专享礼遇同样相当贴心。每间房可以容纳6个人，不过记住过夜人数就只限3个人啦。一場嚟到又有個大海景加佈置好曬，點可以唔瘋狂影相打卡先？雖然呢度附近咧好多好嘢食，但今次嘅staycation package 咧仲包埋旗下2间餐廳嘅8折優惠添噶。我知道你中意食西餐，所以我特登帶你食呢一間嘅。係呀，咁我哋一於開餐啦！耶 ！The Common Room 主打多個菜，正正位於酒店嘅3樓，提供多款前菜、意粉同埋甜品等等嘅西式料理。另外，住客都可以選擇在主打港式茶餐廳菜式的101冰室使用 staycation 住客8折優惠噶。食飽飯或者第二朝仲可以望住海景去做下 gym 添。而今次 package 咧仲包埋免費泊車一晚，方便揸車人士啊！由朝玩到晚，影曬日出日落，兼夜景都冇問題啊！